小鬼子，你们先去请走。霍强龙，你就认输了吧，兴许还能捡条命呢。老子绝不认输！呀！霍强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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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你报仇！霍强龙，站好了，站好了，站好了！快，听着，兄弟们，都回去传个话，燕子门的人一天不出现，太君就一天杀一个，听见没有？王八蛋，这些你们不知道。玉龙，你怎么来了？师叔告诉我，你正在跟日本人过招呢。我正好闲得手痒痒了，这回可以过过瘾。他们根本不配跟您交手。我来，小心点儿。你们都听好了，要是有种的话，就六个一起上。
没用的东西，一群废物。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功夫！哼，中国功夫不行，中看不中用。
燕子门比武，点到为止，不得开杀戒。 驻济南联队长藤田阁下，日中亲善升旗大会准备完毕，请指示。济南的民众们，我大日本皇军来到这里，是造福于你们，拯救你们于苦难之中，以感念天皇的恩德。为了日中亲善，从今天起，各个公共场所。 机关、学校，每周都要举行升旗仪式，以感谢天皇的恩德。好，说得好！鼓掌！鼓掌呀！下面奏大日本帝国国歌，升大日本帝国国旗。 Thank you.
是，嗯，啊。是燕子们，燕子的标志。太君，你看燕子标志是燕子门的，又是燕子李三干的，让你看看老子的厉害。哎，来来来，快快吃快吃快吃！哎哎，怎么了这是？哎呀，再急也得吃饭嘛，快快快快！云溪，快！哎，再等等吧。哎呀，这三儿也是没听着咱们的信号啊，他怎么就不回来呢？哎，您的酒，哎，肉也来了啊。爷，给您买上啊！爷，看您喝的挺滋儿啊，定是发了大财了吧？狗屁！济南府出了件大事儿，你不知道？哎，知道知道。那燕子李三啊，搅了日本人的局，着实给咱老百姓出了口恶气，打的那个叫痛快呀！那上房揭瓦的，给日本人呐搞得是晕头转向的呀。这个燕子李三啊，真是了不起啊！来，爷，您再喝一个啊！要不这样吧，我去找三儿。嗯，云溪，怎么了？你当小鬼子傻呀？我们今天闹了这么大动静，他们一定会全城戒严。就算进了城，怎么找三儿？那也不能丢下三儿不管呢。没人说不管，那总得想个办法吧。你这样去，弄不好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。怎么了？你吓唬我？自从你跟那个白小姐混在一起以后，胆子是越来越小了。一点都不像我们燕子门的人。你好了好了，你们俩谁也别吵了。要是再过一个时辰，云龙还不回来，咱就分头进城去找他。白骨，白骨，你扣，你扣。来来来，陪三爷喝一杯。爷，您自己喝吧。哎，这，こんな時間に、なんで一人でいるんだ？老子是燕子吕三，来喝一杯。你可别瞎说呀！黙れ！おそらくこいつは犯人かもしれん。そうかもしれない。把这镯子给爷戴上。怎么带两只啊？兄弟们，我要回家。大哥，你等等。我告诉你了，我要回家。嗯，
那你，我要回家。三儿出事儿，快点！好。你不太不，你启动你移动思路。哎，走。莫西，莫西，
李云龙，没想到吧？我可以告诉你，整个全程都装在我的脑子里了。我也没想到，你这只燕子不仅会飞檐走壁，还会潜龙戏水。带走，嘿。燕子李三儿，你小子不是会飞吗？待会儿爷爷们就折了你的翅膀，看你还怎么飞。爷爷就算飞不了，也能弄死你。你这个狗日的汉奸，都他妈死到临头了，还嘴硬。上，走，快点，弄，快，快点，后面，拖住他，后面，后面，后面，上啊，快，快，快，庄子。放下来！快点！放下来！快点！再走快点！快快快快快！就这边！放下来！放下来！摁住！摁住！你别打！使劲把脚按住，按住他，刹住了，过来，快点，快点的，两位爷，您饶了俺吧，钱不要了，够了，这活俺真的干不了啊，要不俺出钱，您找别人干行不？妈的，再废话，老子吃了你的大姐！你三爷，您别怪俺呐，俺家上有老下有小，也没办法呀，千万别怪俺呐！行了行了，老子不怪你。妈的，你还不走？饶了他大姐，快走！快呀！快点的！住！三爷，你也都看到了，俺真的是没办法呀！去你妈的！哪儿那么多废话？三爷死不了，你可千万别怪俺呐！快点！跳啊！快！住手！太君，大日本皇军堂堂正正，该杀的杀，该毙的毙，绝不能干这种下三滥的事。别动！
流的那家水啊！大火烧了林子，剩下了琥珀柱。啊！原来是关东的大姨呀、啊。大姐，下手够黑的。不黑能把你救出来吗？疼吗？不疼。不就是拔火罐吗？舒服。点东西，趁热吃。我自己来吧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我仰慕你的功夫，所以买通了洗身子的人，给你传了信儿。不是我师父找你的，你师父我不认识。原来他们都没来。来，喝口酒，暖暖身子。请问大姐，在哪儿续家谱啊？我叫桂芳。乌帮乌派，孤魂野鬼。现在咱俩一样了。你不回燕子门了？我下了大狱，咬牙枪子了。满城的人都来送我，就连说书的都来送碗酒喝。可我师父呢？我师姐呢？还有我那师哥。那天连说书的铁嘴霸王都。留下来的，师父给的。你真可怜，他用镖打你，是想废了你的武功吧？你师父下手这么狠，是不是他嫉妒你做过的事啊？说什么？徒弟比师傅都强了，妒忌也是难免的。
以后你少跟我说这些。哎，你去哪儿？闷得慌，出去过过风。 师弟啊，我要是疼他爱他，还不如废了他的武功。师哥，你说啥？你要废了他的武功？你喝醉了？你完全喝醉了。没喝醉。你想啊，云龙现在的所作所为，已经露出忽正忽邪的端倪，定是交友不慎，误入匪道。师哥，那你也不能废了他的武功啊！ 现如今，国难当头，妖孽横行，江湖中人稍有不慎就落入败类之伍啊！害国害民，害自己。这样下去，这种罪名叫我跳进黄河我也洗不清啊！哎呀，这俩徒弟啊，没有一个省油的灯。于飞嘛，我放心，不管他飞到什么地方，只要我一招手，他就会回来。 云龙可不一样啊！虽然我想废掉他的武功，实是下策，可也有好处啊！你想，他可以镇守门户，教徒授业，将来啊，还可以娶妻生子啊！师哥啊，你这话说的是有道理，可是现在云龙在哪，咱也不知道啊，咱总不能满大街嚷嚷的找他吧？ 云龙在哪儿？云龙，你回来吧，云龙。问题他听不到我啊，他就是听见了，他也不能答应，不是啊？哎，三儿，师哥，哎，三儿，哎呀！ 跟我回去，哪里跑？臭小子，快跟我回去！师傅，不要逼我！ 云龙，跟我回去吧！师傅，别逼我！师傅，怎么？要欺师灭祖！孽障，看我不收拾你！师傅，别再逼我了！ 跟我回去，师傅，不要逼我了。师傅，不要逼我。提起老天晴来，老天他不晴啊。提起老天最恼人。 我呀，伤风受寒，出汗，出汗啊！上风受寒，我出汗，出汗。神经病！我紧箍咱们老走。紧箍送来，我紧箍送，紧箍送来，惊了。哼，屁！师傅，别再逼我了，再逼我，我。
三儿，把刀放下，跟我回去吧。三儿，只要你跟我回去，师父绝不会怪罪你。三儿，哎。站住！师叔，三儿，跟师叔回去吧。啊，师叔，我不能跟你走。我看你今天往哪儿跑！师叔，师叔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这霸王鞭里可有暗器，你一动你就没命了。师叔，师父要废了我武功，你快放了我吧。师叔，那你告诉我，跟你在一起鬼混那个女人是什么人？放了我吧，师叔，你不告诉我，我就不放你走。云龙。你师父来了，你跑不了了。谁说跑不了？哎，不要开枪，这是我师父和师叔。只有你认他是师父，可你师父他认得你吗？姑娘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和他一样，孤魂野鬼。啊，我要把我徒弟带回家，关你什么事？这枪一响，就会惊动军警，到时候谁都跑不了。三儿，跟我回去吧。强扭的瓜不甜。你身为尊长，满大街的抓他，你这不是帮了别人的忙吗？师哥，师哥，这浪子回头也不是这一会儿的事，我看就再放这小子一马吧。师父，师父，师叔，那我先走了。姑娘，你要是把云龙带上邪路，我李显绝饶不了你。这就不劳您操心了，云龙，走。三儿，师父，师叔，三儿，三儿，师父，师叔，我走了。三儿，有空回家看看啊，三儿，三儿。好了好了，深更半夜的，别叫了。师父，师父，不要打死我！师父，不要，不要废我武功！师父，师父，太极楼，师父，桂芳，我心里堵得慌，一点精神也没有。我给你带了什么？大烟。抽了这神仙烟，一切烦恼就都没有了。师父跟我说过，不让我碰这东西。你师父还说过，要废你武功呢。他说的，未必都是对的。向你讨债来了。你还有一枚标志现在在我手里，当年我们相约三件事，你只给我办了两件，你还欠着我的债呢。你诱骗坑害了我的徒弟李云龙，让他走上了邪路。邪路？你的徒弟自愿投靠大日本皇军，
为天皇陛下效力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他现在就在我的后院，你要不要亲自去问问他？他的账我自然会算。现在还是先了结我和你这笔账。李显，你身为一代武林宗师，出尔反尔，自毁承诺，还讲不讲江湖上的规矩？规矩？人和禽兽还讲什么规矩？今天我李显来就是要跟你做一个生死了断。我这腿是专门为你练的。为什么要陷害我？为什么要搞得我身败名裂？妈的！我告诉过你，天老大，地老二，我老三。我现在就要去找武仙。雨龙，可以成全你，但你要跟我讲实话，李云龙到底有没有命案？没有命案。
可是他偷来的情报，至少可以换取千百个抗日志士的性命。你说的是实话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我可以和他对峙。师父，师父，龙先生，大日本皇军，谢谢你。你，师父。师父，李云龙，你这个孽障，你果然在这里。师父，我现在，你还有什么话讲？你听我说，师父，住口！我不是你师父，我教授你武功，使我离弦，悔恨终生。现在，我要把他收回来。师父，你要废我武功？哼！师父，师父，你这个逆徒，我废了你！师父，你是要打死我吗？宰了你！师父，你这个逆徒！师父，师父，你这燕子门的败类！云龙，云龙，你怎么样了？云龙，你怎么不还手？你再不还手，他会打死你的。可他是我师父，可他不认你呀！打呀！打呀！云龙，逆徒，你这是欺师灭祖啊！云龙，快动手！一不做二不休，无毒不丈夫。是你师父，他出手招招很多，是想置你于死地呀、啊，云龙。他是我师父，可他已经不认你了。了解黄河，我也洗不清了。师哥，师叔，王八蛋，我饶不了你！师叔，
你给我站住！师哥，师弟，我听住，你听住，你千万要听住啊！师弟啊，你怎么哭了？师哥，你要听住，咱们回家，咱们回家啊！回家。回家。师哥，喝了这碗甜梦，你安心的上路吧。师哥，你这一生行得光明，去得伟亮，名满江湖，流芳百世，燕子们的事我会帮助大侄女料理好的，你安心的去吧。云溪，你想哭就哭出来吧。师父，你就哭出来吧。我不想哭，我只想给我爹报仇。我要先杀光日本人，然后再除掉逆贼李云龙。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有蹊跷。虽说云龙在帮日本人做事情，但还不至于会杀害师父。云飞，你怎么那么混呢？杀你师父的时候，是我眼睁睁看得清清楚楚的呀。师哥，你现在已经不是燕子门的人了，没有你说话的份。我跟李云龙不共戴天，我要用本门派的功夫杀了李云龙。一次杀不成，我就杀两次；两次不成，我就杀三次。要是我被他杀了，自有我的徒弟来为我报这个仇。师父，师父，也许以后燕子们都是女徒了。我说，李云飞，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李云龙，不要太自以为是了。今天是师父的忌日，我要亲手捉住你这个恶贼，为燕子们除奸。
现在才知道叫我师哥，我放过你，人民也不会放过你的。我在师哥的手里也死了，当然跟师父也有个交代。你没有资格提师父，你得罪了天，谁也帮不了你。师哥，我真的好后悔。 认罪。
师哥，没想到这里真成了你的葬身之地。我才是天下第一神燕子，明年的今天我一定来这儿给你烧纸。玲珑，来那个救死的，你命还真大，邪不胜正，我今天绝不会让你从我手里跑掉的。抓我，你的轻功可是远在我之下。试试，来呀、啊！呀呀呀！不要逼我！推杯上，开杯烈食，非大恶之人不能用之。师妹，快！